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遍寂爱神，同小姐你成为情人，你放心即刻过问。书生真系过分，出口得罪我神，讲笑搵第二个笨，你话成亲怕要搵鬼亲。哈，小姐你骂人斗刀行，书生咁巧不是人，畜生突然觉偷运，要等你充电只有人。好，那我们现在是在前往北京秋季赛的一个高铁上，这边是抓到一只活生生的摇摆哥。那来问一下摇摆哥，我们知道你去年也是去了嘉年华，跟我们聊聊当时你在嘉年华的一些趣闻吧。去年啊，我在嘉年华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最后你靠着自己强悍的就是体质从太平洋游了回来。姬神自从中欧以后你就被封神了，还喜欢姬神这个名字吗？我觉得不适合哦，就是我比较可爱嘛，萌萌哒。可爱的姬神你好，这名字怎么样？嗯，可以可以。可以吧？可以。好，聊聊我们的比赛吧。这次比赛你看好谁？我看好摇摆哥。嗯，就是他打牌实在是就是太厉害了，而且运气也好，实力也好，就是天选之人。你这大神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刚去到 WE 的选手 S Ho。 那我知道你对比赛是非常认真的，然后我们刚刚工作同学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你在记笔记，都是在记录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在就是分析下半区除了我之外七个选手，然后每个人带的卡组，包括每一张单卡，然后 ban pick 是怎么选择的，是 ban 什么来抓什么职业，然后就分析一下。希望你好好加油喽。在我们电脑前和电视前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网易棒球主办 New TV 为您全程直播的2016黄金超级联赛秋季赛16场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妍。据说我来北京之前，很多人告诉我北京当地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热情。那现在我是感受到了，你们的掌声在哪里？让我们再听一次，好不好？
好，非常感谢你们。那随着我们六七场比赛这个落幕之后啊，我们的总决赛是在北京正式的打响了。那么晋级的16个选手要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通过今天明天两天的比赛来冲击我们暴雪嘉年华的名额。究竟是哪两个选手可以和我们春赛的冠军 Brace 还有我们夏季赛的冠军 Jason 周一起征战我们的嘉年华呢？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那么这次选手里面呢，除了我们的职业大神以外呢，还有我们很多民间的大神是以黑马身份杀入到了我们的决赛。相信他们不管是我们 BlizzCon 的名额也好，荣誉也好，奖金也好，他们都一定会全力以赴为我们带来卡赞之后最精彩的比赛。是不是想知道他们都是谁呢？掌声在哪里？好，接下来这个时刻，请允许我请出我们这一次的16强的选手，有请我们第一位的选手，他是我们2016年全民实力赛夏季赛的周冠军，来自皇族的小 B。真的是非常热情，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小 B， 杀到我们说强很不容易，谢谢你来到我们台前，感觉有点紧张，放松一点，谢谢微笑。好，有请我们第二位选手，他是我们2016年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的冠军，他就是 Jason 周，有请。好，通常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Jason 周一向是以性感来面对我们的观众的，每次都会穿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今天也是如此，非常的性感。好，谢谢我们的 Jason。 第三位选手是我们炉石的天梯大神呢，他是在我们2016年5月、6月、7月都进入了我们天梯的前10，有请我们的天梯大神 Fire。其实说到我们天梯啊，很多人家都有话说，因为每个月结算的时候打天梯真的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好，感谢我们的 Fire。 第四位选手呢，他是我们2016年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的4强，有请德比战队的 X Hope。也是踏上了我们职业的路啊，穿着德比队服，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加油。有请我们第五位的话呢，相信很多高校学生会对他非常熟悉，他是我们2016年的高校新联赛春季赛的冠军，有请全民的弦乐之花。这一位长得非常的秀气啊，好，非常清秀的走上了我们的舞台，还是有点羞涩腼腆，好，欢迎你。来，有请我们的第六位，他是我们2016年黄金公开赛长征的8强，有请我们熊猫的引动乾坤。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好，谢谢来到我们的舞台。有请我们第7位选手登场，他是实力和成绩都非常出色，他在我们2016年的3月、5月、7月天梯排名前10，也在我们的广州公开赛获得了4强，有请我们的 Omega Zero。这都是我们的黄金赛的老面孔了，让我们非常熟悉，有请。好，第八位的话呢，是我们2016年的黄金公开赛长沙站的冠军，有请我们的皇族修行。又是一位颜值非常高的选手。好的，欢迎修行来到我们的台前。那第9位的话登场的是我们的天梯大神，他在我们的4月、5月、6月、7月都闯入了我们天梯的前10，让我们有请 TRG Leo。好，掌声响起来，谢谢这位大神，脚步非常的沉着淡定。好，谢谢来到我们台前，有请我们的第10位，他是我们全民实力赛的春季赛大区4强，有请旋风投降删好友，我们的拜佛王者。等一下我们还聊聊如何拜佛啊。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台前，有请我们第11位选手，他是我们的中韩冠军，和我们的卡牌长有点像，他是我们的魔法之风凶暴猿猴，有请。哇，就是不一样啊，是从卡牌里面走出来的人物啊，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像，毫无 PS 痕迹，有没有？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2位选手，他是我们全民实力赛夏季赛的周冠军，就是 E-STAR 的阿信，有请。同样也是拿了一把扇子啊。好，欢迎阿信。那么第13位，他是我们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的8强，来自 State 战队武藤游戏。
欢迎我们的舞台游戏也是非常强的一位选手，那现在也是加入了我们职业的俱乐部。好，第十四位选手是我们2016年全民实力赛夏季赛周冠军，他是哈姆士郎。又是一位非常淡定的大神，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台前。好，接下来这一位介绍非常简短，四个字，中欧冠军，他是我们的可爱小若琪，有请。欢迎我们可爱的小若琪神来到我们的台前。那最后一位呢，他是在我们的卢氏界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选手，也是我非常喜欢采访的一位选手，他也是唯一一位去过暴雪嘉年华目前还仅活在我们收藏里面的，来自 EDG 的 Tomorrow 明天不见摇摆哥。欢迎来到台前。那除了身材稍微有点发福以外，和去年还是一样的。好，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台上的16个选手。谢谢，谢谢。那么他们会在今天和明天两天比赛里面决出冠军和亚军，征战我们的暴雪嘉年华。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宣布我们2016炉石传说黄金超级联赛超级赛16强比赛正式开启。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网易主办牛 TV 承办的炉石传说黄金超级联赛秋季赛，您可以在网易 CC 斗鱼战旗熊猫全民等各大平台收看全程直播。大家好，我是娜米。大家好，我是秋日。大家好，我是王师傅。那么刚才的话我们是看完了16位选手的一个介绍，我感觉16位选手都是实力非常非常的强劲，感觉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话16位选手是顶尖的炉石选手了。确实。那么今天和明天他们会决出就是今年通往暴雪嘉年华最后的两个名额，那么到底谁能够跟我们秋季赛的冠军 Breeze 和夏季赛的冠军 Jason 周来一同前往暴雪嘉年华这一国际型赛事，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一个比赛。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今天是进行的是16进8的一个比赛，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选手的一个对阵情况。好，那么这边的话第一场是由我们的皇族小 B 来对阵可爱的小弱鸡，而第二场的话是引动乾坤来对阵哈姆士郎，第三场是由皇族的修行来对阵伊斯塔的阿信，第四场是由 Firefire 来对阵旋风投降山好友，那第五场的话是由 Tomorrow EDG 的就是明天不见来对阵WE 的 XHOPE， 那第七场的话就是这是武藤游戏来对阵玄月之花，最后第二场的话是魔法之风来对阵 Omega Zero， 最后一场是由 Jason 周来对阵 TRG 的李啊 Leo。 对，而且比较有趣的是这次我发现那个选手阵容里面16个选手里面9个是职业战队，对，而且其中一个是人很多嘛，刚刚加入职业战队 WE 加入 WE 的 XHOPE， 也就是一半的职业战队对阵一半的民间大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那这次比赛的话是我们冠军亚军都是可以有这个暴雪嘉年华的名额的，所以这次是两位选手，对，比较开心。对，包括这次预选赛的话也会比之前好像更加残酷了一点点。而且我觉得阵势非常大，就是在北京现场，而且我感觉现场观众特别多嘛，而且我看到前面就一排站在那里的观众们，是的，位置都已经不够了，因为位置没有了嘛，所以只能站在后面了。对，当然其实想来看比赛的那个观众们，其实下午还是可以来的，因为其实我们不需要门票。对对对，当然你有门票的话，可以获得电竞之星卡背，
这个可能需要在网上预定吧。对，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嘛。是的，没有门票的话，你还是可以到现场来看比赛的。嗯，比赛还是可以看的，因为我们比赛还是比较精彩。那我们这边的话，先看一下比赛的选手视频。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弱鸡。大家好，我是来自皇族战队的小 B。最开始当职业选手的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暴雪嘉年华，然后就是我现在还没去过暴雪嘉年华嘛，所以就是把这个定为目标。玩游戏嘛，总有一个追求嘛，就有些人可能或多或少想着去嘉年华，有些人可能想着是拿黄金赛冠军，有的人可能想着是跟那种明星主播合影。那么我认为我玩游戏的话，终究是要有些东西去证明自己，玩下来有一些成绩。那么以前那种非官方的赛事也有拿到过一些成绩，但这次官方赛事能走到这里，我也希望自己能走到更远。嗯，我之前就是看过皇族小 B 的比赛，我觉得他打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我打他的话基本上只有三成的胜率吧。我觉得洛基很强啊，洛基金炉石中欧冠军都已经拿过了，我觉得我挺背的，杀了个胜者组出来，碰了个败者组，竟然是国内排名第一的。我个人认为觉得我打他都有点那种十零开的感觉，就是非常全面的选手吧，就是打快攻也打得比较凶，打控制卡组也打得比较精细。但是想了一下，好像基尔好像前面一段时间也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前段时间人品也透支了，去搞一辆法拉利，然后再想一下他在直播间的时候好像也被别人带坏了，都挺会吹了。那想想好像这个每个算一成的话，那我觉得那我应该跟他打也有个三七开吧，怎么也有个三成胜率，还是可以打的。好的地方就是我打的就是比赛的时候还是想的比较仔细吧，就是每一步都考虑的比较到位。我觉得我个人的优势是在于对于自己擅用的套牌基本都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就是我对卡组的理解可能没有像国外那种选手他们敢用奇异贼或者兵法之类的卡组就是打比赛，我最近就是现在还是用一些就是比较常规的卡组。不足的话就是可能控制套牌这块我比较贫瘠吧，就我大概以前拿控制套牌打比赛晋级的次数大概应该不超过三次，就控制套牌可能是我的软肋。小 B 轻点打我吧，我怕疼。吉尔没事，不用担心，哥哥下手不重。哎，这一波商业互吹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哥俩实力对话了一波。是的，都是三七开。嗯，那到底谁能赢呢？其实我从套牌上来看，我还是比较看好小 B。 对，小 B 的卡组更快一点。对，然后洛基卡组稍微还是偏慢了一点，偏控制一点。是的，看一下四个五个职业，这边的话是五半一的一个五半一四征服的一个比赛。对，而且我觉得四征服可能比三征服的话就是那种偶然性会小一点。对，全面性，对考选手的全面性考验比较大一点嘛。这边是一个弃牌术，一个电影德，一个打脸萨，一个火妖法，一个馆长龙战。对，这是非常非常主流的主流的五套嘛。对，主流的五套，它的也是当前最强的几套了。对，它的术士是比较偏向于气牌术一点，有点不太像动物园。对，感觉气牌术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弱点。嗯，算是比动物园更快一点嘛，它也是那种不带那个加拉克斯之拳的那种气牌术。对，除了加拉克斯之拳，好像其他都带了，基本上。嗯，对。它是带了两张两费的那个气牌，就比较少见。那张牌其实用起来在气牌术里面还不错，效果。是，不过他能吃的东西不多呀，主要是他就两张那个三费的杜英我想能吃。对。这边的话是洛基的一个职业。对，洛基的话是一个奶恩佐斯奶奇，一个打脸萨，一个客栈，一个电影德和一个中速列。其实都是比较偏中速甚至于慢速的卡组了，可能就一个萨满偏快一点，其他几班基本上就是相对就猎人稍微快一点了。嗯，这边胜率的话就比那个稍微低一点点。对，而且他的骑士胜率是最高的，其实还是有点意外的。嗯，刚刚那位是比较正常的农战的胜率最高嘛，对吧？对，因为偏控制卡组嘛，我们感觉可能会就是胜率没有那么高，没想到这个奶骑会有100%的胜率。弱鸡的骑士应该算是一直以来他成名的一个职业吧，因为我记得中欧的时候他也用了骑士，而且甚至是唯一一个用了骑士的选手。对，好，这边看一下助威夏季赛，助威秋季赛，我要上直播的一个微博互动。对，洛基在这边的支持率还是非常的高啊。是的，其实洛基一直以来我觉得已经算是功成圆满了吧，就差一个嘉年华了。 对，其实很多选手真的就是嘉年华就是最大的一个梦想。对，而且我们中国选手到现在还没有拿过嘉年华冠军，最好的成绩是只是小鱼对亚军。
看一下今年在这种重重选拔上，包括春季赛啊、夏季赛啊、秋季赛啊这种重重选拔下出来的选手去参加嘉年华，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吧？嗯，看一下双方搬掉的职业，这边小 B 被搬掉的是一个萨满打脸萨，而这边若基被搬掉的是一个战士，战士的话是一个客战。对，若基把对方的龙战放出来了，算是比较意外吧。嗯，但这边若基的客战被搬掉还是比较正常的。对，确实客战还是挺克这些快攻的。对，包括火药法，包括萨满，包括气牌术都有点怕客战吧，甚至。但是感觉气牌术的话，可能对自己的排序要求还是偏高了一点。特别高，特别高。就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会选择一个动物园来打比赛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小 B 这五套卡组算是最强的五毒流吧。嗯，也是差不多。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后面选手的卡组，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多人会选择的五套卡组了。是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小 B 是一个以打毒流擅长的选手。嗯，刚刚采访当中他也提到了嘛，自己可能对控制卡组的理解可能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嗯，好的，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马上进入这场比赛。若基上来就打了个哈气。这边第一场就是这个气牌术对阵这个若基比较喜爱的这个奶奇。对，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是100%的胜率啊，就每一场他都有一个支持率的现在。嗯，我们看到这边对若基的骑士的支持率还是稍微高了一点。嗯，其实骑士不太好打这套气牌术的，因为他太快了，甚至打传统的动物园我觉得其实都不算是一个优势对局。对啊，这其实是我们黄金超决赛到现在所有骑士对抗这个术士的胜率。我以为是一个支持率的，这个胜率还蛮高的耶。这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啊，就骑士居然打术士是一个优势对局。但骑士他要赢这种快攻的话，他必须得抓到 AOE。对对对，就两费有个末日就完全不一样了。是的，两费末日的话，基本上就能够压住一个回合，很重要。不过也我们也确实看到，职业选手一般都能在两费出来一个末日，当然这一盘例外。所以他的胜率会高嘛。对，就只要两分扔一个末日下去就变成优势对局了。嗯，对，而且 AOE 也要摸足。不过我们看到这边动物园里面是有一个炼金的，对，如果是真的下了末日的话也是会被炼掉，很伤，就节奏特别亏。对，我们看到那个两费的气牌，哎，杜印魔像到手，先把手牌打通一下。唯一一个能气的东西来了，一元之在两费硬币跳出来的话真的非常恐怖啊，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去解，瞬间铺场。然后对于骑士来说奉献都不管用，一定要有严肃之平等啊，但是现在一张都没有拿到。这里的话要不要把这个报告解了，其实三费好像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场面。是，但是你要想就是下回合其实也得解对吧。对，下回合再上一个的话我也要防奥达曼，所以这边还不如先解了。应该可能会强行交个奥达曼吧。对，因为场面太弱了。奥尔多只有城管了，只有这个城管能出。现在感觉奥达曼带的人反而不是很多了，一般都带一张嘛，带两张的话万一你在四费的时候是个空场的情况下，对面场上站一个怪，你上还是不上呢？对，上个版本的话其实奥达曼带的同学还挺多的，说到底还是这个奥尔多更加好用一点。是的，那这边要不要考虑来赌一波吧，这里赌一波扔掉杜一魔像瞬间爆炸。是的啊，没有人打、有点可惜。对，这三分之的概率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啦。这样的话其实吃了这个三三欧，我觉得还是没有吃。一定要打脸，吃的话吃奉献了。奉献很伤，这样的话这回合打奉献，其实这个议员还是保得住，而且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这个议员，特别难受，手牌太臃肿了。这里只能提剑吧。剑的话，砍掉一个。砍掉一个，砍掉一个，砍掉一个三二。对，那三三撞一三，然后提剑砍三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不过手里面其实这边有奉献，有手里提个刀，其实感觉上还是有点优势的。就是下回合一刀加奉献，对，可能就是这个议员会比较难受一点。是的，那这边，阿古斯，阿古斯的话好像还不错，对，正好算是个神抽吧，正好保一下这个大胖子。对，而且把这边二刀给他换掉，这里应该不会贪，一定不贪嘛，这个否则被刀砍掉了。对，那这边似乎也只能下科多了。这里下科多主要是这个议员太难受了，攻击力他可以继续成长下去，无限制的，已经快七个研报了，下回合就妥妥。这里会不会真的是强行打一个奉献给他解了？
就不再受这个伤害了。奉献的话就解了。太亏了，太亏了，确实太亏了。下回合再换吧。因为等于一个奉献加大半保大保健，就去解了一个亿元。一个东西。哇，大哥，这边的话，哦，还是选择。哎，有点贪哦，这一手。哇，这就有点尴尬了。这就尴尬了。其实我觉得扔掉大哥其实很舒服的。对，刚刚扔大哥，说不定就有很高的概率丢初一摸象。那这边可以换出一个六血怪。哦，应该是七血怪了吧？先换再加。先换再加。那这边可以交奉献了。对，这里肯定要交了。砍一刀奉献。先砍再奉献。还剩一个一。对，只剩一个一了。先砍。这盘机会还是挺大的，因为血量还比较高。对，这里一定要先砍，后砍的话这边就一血伏笔了。是的。其实我觉得小 B 上我如果不贪那一手的话，扔一个大哥再扔掉一个镀银魔像，给他的场面就非常强，会大很多很多。不过他那样场面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害怕这边升平奉献啊或者什么，就一大套的话会很亏。哎，其实打骑士的话，我觉得一般来说你不要去想着防升平奉献了，因为防不了。对，你去防他的话，反而让对方节奏。在神圣之火中，只会打乱自己一个节奏。是，这回合其实动物园这边就很伤了。那感觉这里好像只能靠大哥了啊，这边。看看丢大哥丢的怎么样。还是要上大哥嘛，这边最好再来一个镀银魔像。什么？对，最好是把大哥除了大哥之外的牌扔掉，是最舒服的。这边直接扔吧。对，好，大哥看看怎么样？一般来说是左右两张，扔右边两张，扔右边两张那就太亏了。还行，还凑合，这算是二等奖吧？二等奖。这个场面依然很强啊。对，这个武器怎么办？就等于说五费上了一个五七加一个33，嗯，对吧？这个场面压制很强。上个女王的话，上场就能打，应该只能下女王，或者说下个象牙其实也还可以吧。上女王有点怕死啊，血量太低了现在。对，你不下这个骑士的话，下女王感觉有可能会死。但是其实若琪这边看到对方现在已经扔掉了一张历代和一张大哥了，嗯，他会不会考虑冒一下血？因为这里差五点血，其实是可以冒一下险的。对，因为如果四血的话，我肯定要不上女王了。对，四血的话肯定要防一手力带或者昏火。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对，这里的话从想赢的角度，还是下女王更靠谱一点。对，五伤不太好抽啊，叫嚣还差一张，还差昏火或者不够。哇，这么正好啊！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可能是一个细节，对，我觉得可能还差一血，但是确实一血伏笔了，是吧？这个一血伏笔其实不太能犯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的，可能还是因为比赛吧，比赛太紧张的原因，而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嗯。那想一下怎么活？这里的话，先奉献撞大哥，奉献撞大哥一定是能拉过来的，对，一定能全解。一定能全解，肯定要先奉献。只有两血啊。对，因为他这里只有两血，你必须得清场。但是清场了以后，术士怎么打这两血？对方三张牌抽一张魂火的机会，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对。不过他也只有唯一手，这是他唯一的打法。对，两张魂火。两张魂火。好，有没有？一张。这个是有机会找魂火的。哦，你奶奶也可以。对，这也是有机会的。压个末日，这一回合有没有魂火？没有魂火的话，感觉这边骑士就有机会了。其实是四张牌找魂火的机会。对，是的，概率很高。来，先抽一口。好，这张没有用。再抽一口。这张也没有用。哎，还有一个机会。有机会，这里的话要不要赌一赌？四刀。对方场面上一共九血。啊，想想还是算了。对，我觉得我也觉得别赌，是我也不赌。这里的话没有必要赌。但是为什么不先上飞刀呢？哇！今天的第一局就这么精彩，这也太自信了。是。只是上回如果他不一血伏笔的话，这边赌飞刀很有机会，很高的概率了。对，四刀，四个目标，就概率还是挺高的了。可能还是因为第一场上场打比赛，然后下面那么多观众，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有点紧张的，对。因为是我也紧张。打的稍微快一点。看到舞台下面那么多观众在看着我。嗯，是的。毕竟没有像弱鸡这种。对吧，身经百战。是，对，确实线下赛的话相对于线上赛可能压力，心理上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那这样的话小 B 的这个气牌数先跑了。其实我最初的时候还挺担心他这个气牌数的，没想到第一个先跑了。对，第一个跑掉。其实你看他这气牌数扔的也不好，也没有发挥出气牌数的效果，就当一个动物园打了，就感觉就是一个动物园。对，其实
就也就那个地方扔了一个镀银魔像，那一回合场面压制大了一点。大哥加镀银魔像两个战场，五费还确实挺强。对，就加入镀银魔像以后，双大哥的动物园确实感觉有一点点补强了。有一点，因为你大哥那回合一旦扔到一个镀银魔像的话，还是挺赚的。对，这基本上，如果你扔不到镀银魔像的话，那就很一般般。对，你扔到了之后就非常赚。因为五费上大哥本来就是个抢节奏的活动嘛，然后你再扔一个镀银魔像，节奏就抢更多了。嗯。好，那这边导演德打骑士，我们看到这胜率的话就高很多，占据一个压制性的优势啊。对，因为有导演，我不得不说是因为有导演。导演确实是非常强，而且导演对抗这种奶骑这种控制卡组的时候特别厉害。我手牌前期打空了，然后打空了一个导演搬回来了，导演搬回来，就你根本解不过来嘛，你解啊解，导演又补一波卡叉。啊，这边找一张成长，没有找到，没有的话，感觉星火术会不会更好一点？撕咬或者星火术吧，星火术可以吧，因为无血的东西还蛮多的，毕竟能过张牌。这边空过了，其实这边应该会空过吧，对，并不着急，其实骑士相对于更加慢一点，这个硬币可以留着跳大哥，不着急。这边肯定上个怪，我们现在看比赛经常看到德鲁伊，很少看到德鲁伊两费还没有成长的。对，其实职业选手德鲁伊不胡的概率比较低，非常低。如果这大牌组过牌带的很充足啊，有一张愤怒之锤，还有两张战利品。对，啊，这边继续找成长，找不到就变连结。哦，再来一瓶斧根怎么样？斧根的话打骑士，他自己带了一张，因为我觉得再来一瓶好像没什么时间用啊。来看他那张咆哮，想偷鸡，他感觉这牌是他不太想拖到后期的一个战斗，所以一会儿紫罗兰升一地以后就可以考虑直接咆哮偷一波鸡了。三费这里的话可以考虑下个二多吧，对，因为他有两个嘛，提刀也不错，两个有点多。对，而且手上有两张八费的大卡嘛，这张硬币是有点想省的。 对的，不过这里提到的话其实对下个回合的话还是有点压制的。对，因为你想那个德鲁伊五费四费的话一般上的都是三五身材的东西，对，那么我提到以后下回可以配一招愤怒之锤正好去解掉。是的，反正这里下二耳朵其实下回合也一样是可以配的，其实是差不多的，没错，差不多。好，那这边还是只能上老师。如果这边可能考虑到对方是有两张战争古树的嘛，就城管留一下吧。全体注意。好，那这边只能打锤子了，老师是一定要解的。嗯，这张牌肯定是不能留。正好可以过一张牌。正好说一下今天教师节快乐啊，祝广大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过来了一口奶，其实弱智的手牌还是不错的，我们对比一下就看到这边德已经没有怪可以下了。德鲁伊这边前期没有成长，中期断怪，这个节奏就非常的糟糕。哎，大帝还卡手了，直接扫这里扫脸，好像有点冲动吧，不太可能，他可能只是装个样子。下个修法师倒是可以，怪吧，我不信他会直接扫过一个牌。对，这里扫的话绝对是挑衅。这边也没啥事干，不过无所谓，要不转个报告过，转报告严叔叔，我觉得也可以上吧，上严叔叔可以下一个，是有两个，对，两个严叔叔可以考虑下一个，下午上女王，反正弱智这边还挺舒服的，不过看到下午大地似乎不太好解。哎，这手牌真解不到大地啊，解不到的话就对着一个女王，其实应该还行，就让他站两轮就站两轮吧。对，说不定对面的话会主动去解。是，好，那这边血法一撞上个大地好了。对，这个大地和利爪的如果说能反过来的话就很舒服。对，如果他五费有一个利爪的可以上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六费这个大地还是选择先扫，那么对面如果先上女王的话，他还可以，他还是可以用星火术去解的。
不过让节奏让了两轮，让节奏，这个地方叫横扫其实挺让节奏的，这里下大地可能就是反而让骑士更难受一点。是的，不过我们看到对方神出了张奥达曼。对，这把的话我觉得非常依靠导演啊，他用了几张法术，两张应该没有几张，两张神像，然后一张横扫，对，不是很多，我可没时间，然后就没了，没有什么了，这愤怒横扫交了一张横扫。那先把血法撞掉。对，女王还是要几？那还有个选择就是我敢不敢撞掉之后下大地？撞掉之后下大地，对，对，就是让你来解我。另外一个选择，这里要这样打的话，就是跟师打三，哎，不是很好感觉。打三以后你再变个脸，其实你还是上不了怪嘛，一样的。最重要的就是让节奏。对，就这回合就。不让节奏的打法只有一个，就是一撞那个下大地。对，但是这样有点吃奥达曼，就是奥达曼以后他可以奥达曼变自己的女王，然后撞你的大地，强行抢过来，对，把你大地抢过来，然后我手牌明显很臃肿，我可以减一波费，所以大地还是风险挺大的。上雄德的话应该也是要冲锋的，上雄德冲锋的话那还不如打个星火术。对啊，我觉得有怪还是留怪吧。对，留怪打星火术，那这里要可能会选择架墙，哎，选择直接走脸了，打得比较凶。对的，手上伤害其实挺多的，手里还有一张咆哮，但是这样只要有一口奶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这种奶气的话奶太多了，奶太多了，他可能想这是我现在手上没怪的赢面吧。嗯，就女王其实对确实是对这个场面的压制啊挺强的。是的，因为我不好处理女王的话我就走脸吧，因为他就会觉得如果我不管怎么处理女王我都要让对方再让一轮节奏，对，他就有点受不了。实在不行到了十分还有导演，对吧，是伤害不够嘛，就导演来凑呗。现在手上伤害值挺高的，有一张星火术加一个根须应该也就七点了，但他的法术实在交的比较少。是这样或者这样，因为这边不太好处理，这里的话其实考虑交个耳朵也还行，交耳朵然后再砍掉一口，砍掉吧，我觉得其实德鲁伊空场的话你打不了十点血，而且还是再交了一个，我感觉可能会奶一口，奶一口会不会有点怂，八血反正我还有一个那个螺丝嘛，光螺丝也可以奶嘛，对，这样打的话就是比较保守，其实看上去还挺稳的。然后这边继续头疼女王，这女王怎么处理，是好痛苦，那还是要让节奏啊，对，他怎么都得让节奏，因为你刚刚早一回合把女王解了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就如果上回合把女王解的话这回我是可以下怪的。我们本届比赛中的导演出场次数是41次啊，获胜次数只有16次，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印象里的不太一样，但是很多时候你要这样想，我们很多时候下导演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手牌没了，对，很劣势的场面，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出场41次能赢还不错，对，能赢16次，我觉得能赢也是，我就感觉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硬罢了，就还行吧。如果说出场40次赢30次，那就很变态。那我觉得这张牌就一定要削弱了。好，这边还是要打这个星火术。嗯，你还是让啊。那么只能变脸了。对。只能变。包括这张大地到现在还没有能够下去，就真的完全就是因为一张女王压制了几个回合。我是感觉大地可以早点上，就那很早那回合交很早那回合就可以上大地了，就强压。好，这边上伏丁啊，这个伏丁的话压力很大，太难处理了，德鲁伊解不了这种是的伏丁这样的生物。嗯，看一下他有没有斧根啊，斧根有，对，有一张但是没来，他那里有一个乌鸦石像找斧根的机会，他选择了咆哮，但是那个老师被秒解了。那么也应该也只有上个战争古树，然后根须打一下那个，变脸打66吧，别打根须了，现在血量特别安全。但是现在德鲁伊手上怪多了，就还好。不过对方有奥达曼，又有一个城管，已经留了两个大姐去对付你的两个战争古树了。嗯。所以这盘总的来说还是得靠导演。还是靠导演。对，靠导演。多出点法术吧。
这边甚至可以奥达曼加刀直接砍了，我觉得血量还是输血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而且还有个奶吗？保一下否定这个血量。奥达曼加集结之刃再加战利品。嗯，我是不是应该？因为现在他也算得出来对方没有放几张法术嘛，所以这个导演给他的威胁也不是特别大。对，这里的话下两个，下三个。啊，他选择不卖脸，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卖脸。那么就战利品加报告兵。报告，提刀也不错，其实。提刀就提刀的话，有可能会浪费一点耐久。就这里佛经被整的话，就浪费了一点耐久。不过其实这个集结之刃的一点耐久也不是特别重要。不是很重要，后面还有三点耐久的刀要砍。是的。好，那还是得要报告兵。那么这我感觉还是不太适合导演啊。这里下导演有点冲动啊。对，先过牌再投资一波这里。然后毕竟手上还是有蛮多这个法术的。是，对，先用一波。哎，这个路亏似乎还不错啊。这里费用也是够的，陆亏双根须加野心之力，野心之力，这波还是挺强势的。强啊，但是有严术师有奉献的话，还是被清。对，但没办法，对方来清我总比对方我场上不占光让对方打我脸好。这回合把手上的法术给他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下回合拍导演就拍导演，直接用了五张法术啊，五张，我这边选择解两个。这波场面还是被描写的，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威胁。看上去很强。是，那这边严叔是奉献。但是在这个奶琪面前，就奶琪已经该抓的都抓到了嘛，因为已经让了那么多回合了。对，严叔是奉献，再卖一个奥达曼，刚刚好。剩下的费用也干不了啥事儿。四倍。其实我刚刚在考虑直接交一个奉献，然后撞撞上个牛头。管了再解，管交掉以后，下一个战争古书就不太好。直接交奉献的话，直接交奉献，然后福丁撞那个四三，然后那个撞剩下的，然后再上个牛头嘛。我觉得这样场面好像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想保一下福丁。对，就想要这福丁就是保持五点肥嘛。其实福丁往这里一挂，他很难受的。管一下，其实也还可以。如果你打的还是比较，确实非常稳健啊，非常稳，一直都不卖血。好，然后导演来了，我们来开一下这个导演，来吧，看一下这个导演，第一个导演，十个法术，还是可以做出一点事情来的。哦、首先，哎呀，这张法术还是不错的，又还占了个怪比较重要，占了一个怪，能不能把对面场清掉？对，哇，老师又来了，老师不错，最重要是能不能把这个佛音给解了？是的。感觉快没法术了，有点快没了，还剩两三张嘛。Nova 可以 ，Nova 可以，神圣愤怒打对面还打自己？打佛丁吗？哦，打了一个、哦哎。这个老师真是死去活来的。我、哦、这里好像还不敢砍吧？哎，感觉要死了。对啊，场工就已经九。砍了之后的话，下回主要是这边是个扰咒对吧？哎、死了。九加四，刚刚好。死了。刚刚但是，这我觉得若琪这边也有点害怕，有没有必要防冰箱或者什么的？先打看是不是冰甲。那如果是冰箱的话，他自己会不会有？如果是冰箱的话，自己就应该死了吧，差不多。对，因为下回对面有咆哮。是冰箱自己就死了，是的。我要测试我的耐心。但是好像也只能那么打，是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好，那恭喜若琪。嗯。骑士跑掉了。是。果然，他这个100%的胜率的若琪，100%胜面的奶琪还是厉害啊。因为毕竟我们刚才看到的话，胜率是德鲁伊要比这个奶奇高很多。虽然其实是个劣势对局，但是这一排德鲁伊的手牌确实很差。中期前期没成长，中期没生物，他起码让了四轮节奏吧。然后女王被压了，被女王压了两三个回合。而且最后还是导演没有解掉场面。当时导演如果说你就其他不解场也没事儿，对吧？你给我一个冰箱，是不是就翻了？ 对，真的是一个冰箱就赢了。给了一个扰咒啊。对。不过十张法术确实不算特别多了。给冰甲的话是不是？也赢了，因为他前期的话，没办法解场，当时那个场面好像真的没办法解。是，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见到导演上时没有把自己弄死的情况。对，他是把场面铺起来了，但是就是没有给一个，没有清对面的场。对，比如说把佛丁惊控过来，对吧？那就没得玩了。不得了，不要想那么多。但是别人的导演是会有这种情况。是。
好，那这样的话现在比分站成了一个一比一，双方的一个奶旗和一个气牌数跑了，接下来的话中速列了，中速列打龙战，猎人打战士虽然胜率看上去是高，但是我们看到猎人这边的60%对40%，确实猎人对战士还是，我觉得打龙战不好打啊，其实是的，可能一方面是，但这仅仅代表这个，可能他的牌如果说前期的生物偏多的话，可能打战士。我感觉这个是因为一方面那个样本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客战放出来的比龙战放出来的更多一点。是的，因为毕竟形态好几种嘛。是的。毕竟这仅仅代表的是这个黄金超级联赛的一个胜率。如果这个胜率两场打战士是100%胜率。哇。这牌不太好打。对，这一把猎人就看得出来手里面没有低费的生物。对。猎人其实就是一个，其实他跟龙战很相似。两套都是非常讲究节奏的牌组，说穿了就是每回我都得把费用用干净去拍怪，对，暗黑拍怪就是最好的。对，是。这边其实龙战手也不算好。对，这里要不要去硬币跳一个？上把刀也没问题，挂刀也 OK。啊，这边终于有个怪了。啊，但是这个怪胎还是太小了一点。嗯。这对战士完全没有威胁。这边的话先下个猴，你要下个鹅，你上个433，我砍一刀食尸鬼。应该也是会上这个寄生饿狼的，应该不会考虑快射去解他的。但是他这里会不会考虑一手对面有食尸鬼的可能性？哎，总是要吃的嘛，我觉得。太上帝视角的感觉。因为你如没有，你考虑有食尸鬼的可能性，打个快射，你下午干嘛？下午上老虎的，你那个433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被食尸鬼喷掉？对的，一样的。啊，这边神抽了一个化水威龙，啊，这好舒服啊！这就更好了，瞬间站三个怪，然后把这边场全清了。那基本上这个场面猎人就很难了，已经。就只能指望稍微稳一下，等三宝了吧？不过感觉好难啊。来不及了，三宝这个时候。对，你想这里的话，如果说五费拍个老虎，那就又是亏了一回合的节奏。但是还有个选择是快射加巨型蟾蜍加这个叫嚣。这样的话场面稍微好一点。其实对方有把刀的情况下，我感觉还是老虎更好一点点吧。对的，就是、但是老虎还是要再让一波节奏，再让一回合，因为基本上这血量龙战藏起来特别的快，就分分钟就没血了。这边场够8点，刀如果一砍的话，上的是个99。对。还不行，还不行，差一，还有差一，还差一。这里上个99，猎人基本上就绝望了。对，不过这碧蓝龙还是很可怕的。但这边这个碧蓝龙对也很厉害。这个我觉得应该赢不了了吧？我感觉应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对，猎人打龙战主要还是要前期我有怪他没怪的时候比较好打一点。对，就我有怪他没解。其实就是这两套内战的话，就谁先抢到节奏，谁优势大好多。对。如果现在是猎人铺两到三个怪的话，龙战没抢，那猎人就稳赢。对，对的，两个都是节奏卡组。基本上是属于我们这个版本非常典型的两套节奏牌。是的，这是我们天地上碰到的最多的几个职业之一了，大家打起来都比较熟悉。对。哎，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场面稍微处理一下？给个快射，解个蓝龙。快射是一定要交一个的。对，撞个蓝龙。然后撞一个蓝龙。然后再上两个。再下两个。对。这波对于场面的返场还是不错的。嗯，场面这样看是要看一下不错。这样的话有没有机会？五点。有没有机会说等到八费三宝？好像有一点点，看这回怎么龙战这边怎么处理啊？这个解掉这个五一。龙战只要稍微解干净一点点，其实是肯定可以全解的，如果想解的话。但是你剩一个狼外婆，其实问题也不大。对。那就是喷掉一个32，然后上一个。狼外婆在场上，他可能最好的归宿就应该是驯兽师架起来了。对，我上了一个五，场上一个54，一个33，那你驯兽师架起来只能撞我33而已。下回合是七费，那如果说就解了这个51，解了32，然后打脸出99呢？我打脸要把刀砍掉，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九九应该不会上。对对，这里可能下黑翼腐蚀更舒服。我接上一个5+1，然后33打脸就可以了，就留一个狼外婆不处理了。当然要处理。下精灵龙会不会强势更强势一点？对，也行。因为下回我是会上馆长嘛。对。其实我这边觉得也可以处理吧，就33撞连砍也可以。
接起来太亏，浪费六点伤害。放狗，哎，这里放狗的话好像有点用吧？嗯，不错，放狗加叫嚣，放狗叫嚣还能做不了什么事。放狗加叫嚣以后只能射一箭了。对，那这里要放狗，放狗不加叫嚣的话行不行？也可以，也不行，就对方会占两个怪嘛？对，会占两个，都占了，我这边都占一个，那边还多场上都占了一个。放，我觉得放狗加叫嚣吧，对方就剩一个三三，下午有三宝是有机会的。嗯。这个时候猎人处于解场的阶段，尽量场上多解一个怪是一个怪，是因为我只要下午上三宝以后场面是可以扭转过来的，对，我没有必要去贪这个寄生恶狼的战场。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馆长这个四杠六的嘲讽往这里一顶，正好三宝过不去，过不去。对，好，叫嚣，快做出决定，应该会选择叫嚣啊，叫嚣给狼万婆，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了下回合的三宝。三宝，对，其实下回三宝挺强的，你看场上还有三个怪呢。嗯，看一下这边怎么解吧。这样的话，这里下馆长可能就有点。下馆长一定要解两个怪，那是一定的，因为知道对方下回会下三宝。对。那应该还是下馆长吧，像下馆长砍三二，然后解一个二一。这么多选择，哎，我们刚刚其实觉得龙战这边优势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只要拖到八费就有机会扭转。这张放狗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多解一个怪。对，哇，这三个技能，抽牌的话好像有点痛啊，但是感觉这个时候已经不太需要去抽牌了，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馆长，有馆长就过牌了，我觉得抽牌不好，还不如拿一个变脸呢。对，我也觉得，因为手上有个斩杀嘛，一会儿可能要变脸去破的。变脸了，打脸。那这里直接下九九，要下九九解吗？这个九九的话，其实也还 OK 吧，因为对面他已经知道对面要下三宝，基本上。嗯。那这里三宝的话，这个九九不解，其实也确实猎人很危险。九九肯定要解嘛。解的话，大家有点大，因为他是一个五加三加二。这得三个全撞吗？我觉得还是得解，这解是肯定要解的。就三个东西去撞在一个九九身上，太伤了，太伤了。选择打脸，让我想选择打脸。打脸的话，解掉一个食尸鬼，对对，然后剩下的七点打脸，还有十血。那么有一个斩杀的情况是，就是一三撞五四，交个斩杀，这个很危险，四血就死。这里这个如果说爵士不解的话，交个斩杀来个什么冲锋，四攻的冲锋就带走了，再有一把刀变个脸也死了。对。有刀有冲锋，基本上都死。对，战士冲锋很多啊。很多。而战士这里手里还有一个馆长，其实还是能苟一下的。是的。而且猎人这边的手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手里。哦，摊一手。打脸了。因为对方手上有斩杀是读得出来的，他左手第一张卡到现在没下过。对。对的。那看这一抽。啊，还没。化血为农没有用。化血为农。对。这种劣势的情况下搏一搏啊。嗯。感觉还是得下馆长啊，这里。馆长加斩杀吧，馆长加斩杀，可以考虑把雷欧克解了，这可以处理一下雷欧克。我打到这个份上，我觉得雷欧克一解的话，对，你把那个五四和雷欧克都解了，墙对墙正好是过不去的，墙都过不去，下回合再去打脸。这回馆长肯定是要下的，嗯，如果说不下馆长把另外三张牌打掉的话，好像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没有墙。自己血这么低，对，其实主要是这馆长过不去，还是挺伤的。对，馆长过应该是过两张，一张必然，一张龙加一张野兽吧。嗯，猎人这边好像还是得再抽一张三宝啊，没有，只过了一张。哎，他那个野兽没有了，双爆猿没有了，他们这边已经死了，因为这个墙过不去。对，过不去这堵墙，那没办法，这里。如果这里再抽一个三宝，其实还是有机会。再抽一张是有机会的。对，刚刚的话有5.8%的概率可以抽的。关键点在于这个狮子打龙战其实很尴尬，很尴尬。只有在你自己有场面的时候，他才厉害。是的，而且猎人一直在劫场，全程都在劫场。为什么我说猎人打龙战是个劣势对局？是因为一般来说，场面是龙战的，对，龙战的怪永远比猎人大一点点，就让你难受。不过这把而且猎人这边还卡手了，就前期到了。是基本上是到三费，三费只下了一个一，三费没下怪，对，三费就下了一个银色石头。我看到的龙战应该是一费下个二，我看到的那个中速的应该是一费下个二一，两费三二，三费动物伙伴。对，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节奏。那这边的话是三费下了个一，然后射箭了，那就很尴尬了。那这样的话是
小 B 的这个馆长龙战士跑，那他现在还剩下的是一个电影德和一个火药法来对阵，对面呢是达脸萨电影德和一个中速烈。对，而且弱鸡现在这个中速烈只能去找对方的德了，打火药法肯定劣势对局嘛，嗯，只能从德那边跑，就这个中速烈其实选择是比较尴尬的。对，中速烈虽然说可能我们经常会在天梯当中看到他很强势，嗯，但是其实在比赛当中他的胜率不是那么的高。他是一个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的卡组，就是他抓的职业都是比较偏慢的，一旦对面是四毒流五毒流的话，你这个中速烈就找不到哪里跑，针对嘛。所以说现在比赛当中确实带猎人的选手还不是很多。对，这边小 B 一定会先出火药法，因为就怕德被你的中速烈抓到嘛。这边的话德驴的胜率还是稍微高了一点，因为德的生物质量都比较高一点，嗯，所以火药法一旦对方德占个大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火药法可能抓一些像比如说动物园这种扑的，它反而更舒服一点。前期有怪的卡组一般都比较怕火药法，打德驴这种一张怪顶你几个的，对，我下一个战争古树火药法拿命喷半天都喷不动。是，感觉这把德鲁伊可能会强势跳个五杠十。其实我觉得德鲁伊算好的，可以接受。其实小 B 的这个火药法是那种带两个战力品的比较稳定版本的火药法，嗯，不是靠运气的那种什么宝典乱开啊什么的，两个横扫抽的不怎么样，直接变脸解了。打火药法横扫其实还是可以用吧，就解火药还是解火药还挺舒服，对吧？经常火药会躲在金枪后面。巴内斯，哎，火药法带巴内斯的比较少见，哎，因为其实拉出来拉出好多是不多，没有太多很大的火药巫师学徒，他带了两个战利品也不错。对，那这几个生物还不错，他是为了拉过牌吧？这边有一个普通四生，他还带了普通是吧？对，有特别稳定的火药法。那这边可以考虑拉一下巴内斯，或者普通加奥冲。这里直接要巴内斯了，能拉出最好的也就是个过牌了。拉什么呢？拉个四分战利品什么的。四分只有一张啊，聊胜于无吧，就当一个白板。那这边一个扫过去打脸，或者还有个选择，还有个选择是陆盔激活加愤怒。洛奎激活愤怒的话，留一个一，感觉德鲁伊可能这边激活留着跳大树会不会更舒服？是，我也感觉跳大树好舒服。对，因为就愤怒的话，被陆盔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他这回合就可以考虑上大树的，他就在考虑要不要上这个战争武器。对，好还是先扫掉。他的火药法他的过牌很多，嗯，是他是稳定要把自己牌库打空的这种火药法。对，不过我们看到他奥数智慧的话倒是只带了一张，只带一张奥数智慧，只带了一张随从来过牌的。对，他带了两个战利品，一个十三加两个碧拉龙。他有没有带秘法宝典啊？带了一张，有一张是吧？就是比较偏向于打自己牌库的那种火药法。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你这么强，让我诉说你的痛苦。好，这一波战场还挺强的。这个巫师学徒稍微有点嘲讽。是，这回合要考虑把这两个都解了。因为解了的话，应该要优先级挺高的，然后巫师学徒优先级也挺高的。对，不是很好解。要解的话就很扫，很扫，咬一口。对，还有这样的硬币。有点亏，有点亏。是。我想。或者不解的话就是陆盔，但是我感觉两个都得解，要不就横扫硬币变脸吧。感觉这么打的话就一直都是在让着节奏，就只要上了战争古树那回合节奏就算了。对，只要愤怒留一留，上火药以后陆盔加愤怒去解，然后哎还是选择留一个，那就是陆盔愤怒解，对，留一个骨头，这样的话毕竟能占个怪啊，还行。如果说横扫的话就没有怪嘛，让先手。对，这里还是要抢节奏。嗯，那我感觉这里如果说上不上的可以考虑上了，法师暂时还是不会点自己的十三，基本上火药丢两个法术，先寒冰剑吧，寒冰剑加奥弹呗，寒冰剑奥弹。应该能全解啊，应该是可以全解的，掉的概率太低，这个概率太高。这边的话，这里的话冲锋吧，哎，来了一个愤怒，
但是有点尴尬。冲掉火药，但是也不舍得浇这个结果吧。感觉冲掉火药就可以了。啊，他选择愤怒横扫吗？愤怒横扫有点亏，感觉这里其实可以把这个激活可以浇了。你要是浇横扫的话，还是没有场面。对。但是这样打的话，肯定要浇横扫的。肯定浇横扫，因为火药是肯定要解的嘛。这里冲一个豹子怎么样？激活冲豹子，那么下回反正可以战争古树。可以，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激活感觉用处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对，因为下回已经战争古树了。下回七费，那么你激活也没什么大用。对，这里就算你交了横扫，好像也很一般。是的，让场面让的已经很多轮了，终于该站一下怪了。是的。那这里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让法师难受的。是的。这边七费没办法蓝龙加火板。先蓝龙，哦、这边吃了一道寒冰剑。我有个选项是老师斧根怎么样？我感觉碧蓝龙不能留。我觉得可以，碧蓝龙肯定要处理。对，他带没带奥数巨人、啊？你要么横扫，要么斧根。那你这里的话，叫横扫就啥事也做不了。嗯。那个火药法有没有带奥数巨人啊？没有带，没有，没有带。那弱鸡是知道对面没有带的，那这斧根是可以交的。碧蓝龙算是很大的怪。他这套火药法是没有大怪的，基本上最大的就是一个导演。导演。对。然后就两个碧蓝龙最大的。嗯。那这边的话可以交。全体注意。坐好。那这盘火药法就是一个无限解场上导演的节奏了、这老师是一定要解的，吃一个火球，然后来了一个，这个还不错啊、好像也没啥用啊，稳定失衡扫，稳定失衡扫好吗？可以的，好，镜像也出了。其实我觉得这回是可以考虑直接上这个扫那个算了，就是对方看到那个也挺慌的嘛。不过那张牌其实在火药法手里面还好吧，哎，乌鸦神像火药法前期的生物也出了不少了。对，这边横扫加泥潭守护者呀、啊、或者自信乌鸦神像找愤怒，这是我的领地。其实双方都有导演啊，不过这一盘我觉得法师的导演更重要一点，因为法师其实是慢慢在走一个劣势的。对，而且他的牌库里面自己的牌补到的质量都很高啊。嗯，啊，看看这魔点怎么样？魔点给什么？反制还行吧，反制还可以，还可以。反到德鲁伊的话，乌鸦神像啊。对，只要不反，这个时候不反一些激活这样的牌。是的。点一下那个二。而且这个奥秘的话是有点能够让弱鸡有点尴尬的，就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奥秘。九费，他会不会考虑先成长呢？还是他应该九费成长不好吧？他应该还是会乌鸦神像的吧？乌鸦神像就是他想两个可能嘛，就只派两张牌，一张叫反制，一张叫镜像。对，像冰箱什么的我没有必要防，对不对？哦，这样的话就直接被防掉了。对，没关系，这样我至少不用去怕那个是镜像了嘛。对，战争古树可以顺上了。这样的话等于反掉两张法术，就是导演会少出两个法术。对。这里的话会不会直接拍？我感觉可以，如果没来什么过牌的话，就直接拍吧。看一下导演的表现。法术起码十张以上了。对，肯定不止十张了，应该。啊，星界沟通。九个，九张。九个啊！这个星界沟通没有问题。这里无所谓，这里就像过一张牌嘛。反正那个手上两张牌也不怎么样。哦，这个有点坑。又一个星界沟通。就九张法术。野心之怒没什么用，哎，你有、可以接场，那还行，还要再过牌，还要过牌，过牌啊、对，这里需要过牌，哦，可以，牺牲自己来过牌，没事，没问题，这个还不错，对，这张宝典很关键，密码宝典还不错，这个法力，这个零费的不要用，下回万一来火药的话是可以打两点的，是的，对，哇，这边就有点尴尬了，是双成长，会不会过到导演呢？这里过个过一张战争武术吧，战争武术螺丝什么的，啊，再过吧，再过，再过两个星界沟通。好尴尬，这边是不过这里两个成长，两星界都还行，不是很亏，就无所谓了，就主要是只过了一张牌。这边过牌也来了，先趴个熊德，下回过牌，这边能不能来个火妖？看一下宝典给什么吧。先开宝典，先开宝典的打火球。哦，这里打银枪，哇，蒸发吧，啊、挂个蒸发如何？我觉得火球好，火球好，我觉得蒸发好，因为这个岩枪可以解螺丝，岩枪是肯定要留着解螺丝的。对，蒸发还是太被动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出蒸发的一个好时机。哎，火药来晚一张，其实交个火球，下午来火药再打那个更舒服一点。啊，这里岩枪，那待会儿这个螺丝怎么办？
他就不信你下一出能抽到螺丝。但这里可以过三张啊，三张大怪还是很多的好吗？泥潭守护者可以，那就先铺吧。哦，好，这里的话可以铺一波，但是下回合铺怎么样？这里就下一个守护者，我觉得泥潭守护者三三拖二就可以了，下回合再说。这回就稍微站一下，再铺一轮。对面是不是没有护栏啊？没有，没有，啊、没有带护栏，那么就可以放心。但是他刚刚开了三张嘛，是不知道这三张是什么。火妖是肯定要上的，你们来低费。火妖进校、哎、可以。火妖火球，先打火球吗？镜像蒸发可以先不用。那这样的话是有很高的概率全解的。对，而且全解以后对方是解不掉这个火妖的。对，下回又是两张法术。哎，勉强还凑合，留了一个。滋养，这里又来一张滋养，过牌全来了。不过看能不能解掉火妖才是关键。火妖有什么办法解吗？横扫好像都没了吧？解不掉，老师解不掉，螺丝解不掉，解不掉这个火妖啊！这很尴尬啊。这里解不掉，真的解不掉，特别的尴尬，这回合解不掉火妖，因为我顶着一个火妖去铺一轮，好像也很蠢。对，相当的难受。这个老师下去也是被一个火妖之地传送门就。对啊，然后再一个蒸发，对，基本上是能全解的。对，怎么打？我感觉怎么打都不太好。主要是解不掉这个火妖啊！这火妖躲在镜像后面。他直接选择加一两个一，然后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话，也只能解一个镜像。然后被雷咬一口，然后下回有野性之怒是梦想解火妖吧？嗯。但我感觉这个野心之斗可能留着回血和会更有用一点。是，就先留着再说，不着急。先活着。对。对方活大火把。这边伤害有多少？我可以直接考虑两个伤害全走脸啊。两个伤害走脸。对。先传送门打脸。火焰地传送门打十一点，然后火把打六点。十一点。怎么样？这里。对吧？火车王加那个五点吗？啊、嗯，这个好像只有我办得到，我觉得。这个火车王有点厉害。我感觉不要再让节奏了吧，就两张法术全走脸。对，这里肯定是七加三。好，非常果断。先打火球，看一下会不会选择下蒸发。我感觉这里下蒸发不太合理啊。十一点正好十一点。对啊。有没有？搏一搏吧。因为其实如果你喷两下脸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死了。怂了吗？怂了。哎，怂了、这个、还是怂了。他可能想保一下火妖，顺便多点一下吧。好，导演来了。这里会下导演。下。那就下呗。下导演。他不知道他放了多少法术。法术应该还蛮多的，也十张左右了吧？应该不止了。对，蛮多的。啊，还是先奶一口，因为觉得手上没什么法术。这里还是奶吧，也可以。这里还是活着，先活着。奶一口比较稳。因为导演比较不稳定啊，万一坑了自己。这里回血吧，一定要回血，就一定要回血，肯定不考虑解火药了。解了的话，做好了学习准备。变个脸，咬到零一，然后二二打脸破蒸发。好，破了蒸发。现在是十八血啊，血有点难打死了。对，那么正常情况下也要用那个火焰之地传送门去解那个要解到这里老师了。哎，这是什么？巫学图。巫学图。看看这个传送门出谁了？哎，这个战场还挺强的。五三七。好，那么导演来了。好，这波能不能清掉？就看这里了，导演。战争武术应该是不会选择吧？我觉得应该会选择导演。导演，这里肯定导演。因为手上没有法术了，然后对方场上战场又很强。对，这边清干净的话，还是很有机会的。清干净，我觉得应该就赢了。对。现在十四血嘛。这里下导演的概率。我觉得清掉清场的概率挺高的，太高了，挺高的，十几张法术吧。只有对面三个人，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感觉洛基这边还是有点怂啊，对面都没有盘呢。洛基是告诉对面，我不用导演我也能赢你，你们不是要喷导演吗？对吧？哎，这里好像真的要战争武术。哎、他
他觉得可能这里我下镇镇国术，你就算把我这个墙过了，我还是有很多血。他的想法是，我下不可。如果万一导演清不掉这个场的话，我就崩。对对，还是很保守的。对，我不把这个游戏交给运气嘛，对不对？我把游戏掌握在自己的节奏下面。那你为什么要带他呢？那他的想法就是，我实在没办法再带他嘛，对不对？实在没办法再上他。那这边拿个羊吗？兵甲，兵甲没什么用。那这里的话。可以过，可以过，还真的过不了。就是三，一家老小一起过吗？一家老小一起过，那还不如挂机啊！对，挂机这里肯定挂机，这就没办法。最多拿个三七撞一下。是。啊，那他会不会还是不敢导演？拍螺丝，那我就五七撞二四拍螺丝变得摇一样，不太敢，因为不知道头上对面的奥秘是什么。万一是个镜像对吧？是个魔点给的，是个魔点给的螺丝吧？对，你这里给，如果真的是个镜像，给对面一个螺丝就崩了。是，那么先上碧蓝龙。下碧蓝龙。我们是上帝视角叫他上螺丝嘛，对吧？他自己的角度考虑到，万一这是个镜像的话，会考虑这一块的。就炸了。对。不知道他还有几张牌啊？他这里肯定先撞火妖。哎，他撞脸就很机智啊。撞脸的话，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拍。对。螺丝了。就撞脸这一手可以想到，万一这是个蒸发的话，我是可以考虑上导演的。对，就如果万一是个冰甲的话，我可以上螺丝。因为撞脸的话有蒸发和冰甲。哦。如果这其实想的非常细啊。是的。这边法术也。这颗战神古术太难过了。他有什么牌？有几个？我把可以打一下吧，打一下武器吧。螺丝肯定不解了。对。但感觉这里法师应该是强不死这个德鲁伊了啊，因为他导演也导演也交了，导演没有，而且只带了一张宝典了。但是这个墙怎么过啊？我觉得还是过墙，这样火妖能打两点在那个脸上啊。对，这里火把打脸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火把打脸也只有三点伤害嘛。你这里把墙过了之后，你的怪可以踢脸。那么下午莱奥术智慧再抽到这个大火把，再抽张火球好像可以，没有火球了。还有吗？火球好像没有。六张牌里面还有一张大火把。对，还有一张大火把。对，大火把没算。那就没有伤害了，基本上。伤害牌是打不死了，我觉得。因为伤害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赢不了了吧？对。因为他这套牌就带着宝典就只带了一张嘛。对。所以说从强度的一个卡组的一个厚度上面来讲，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是的，这边导演的话是带了两个。滋养，在关键的时候两波滋养还是过到了挺多盘。这盘就是打到后期以后，德鲁伊的大生物火妖法根本就解不掉。是的。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先发现一下。对，先发现一个法术，最好奶一口、嗯。发现一个法术吧。发现随从。随从。哦，我都没什么。随从他想找什么？对，其实发现一个法术挺好的，比如说你发现一个什么月光灵境传送门这样的牌。就非常的舒服，对吧？找一口奶，基本上法师就绝望了。他可能想再找个螺丝直接。啊，运气这么好。他最后这里面只剩一张牌了，牌库。哦，还是一张激活。啊，他是因为手牌里没牌了，没看到右牌了，没看到那个右边的那个牌的数量。这有可能是他为什么刚刚没有拍导演的原因，怕过太多的牌。我们是看不到右边的那个剩下的牌的数量的。是的，是的。啊，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这边就算没牌，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看到了他牌库里面没有伤害。对，那这里已经死了吧？已经死了。点自己，没有东西可以翻牌。对。好，继续过。对，这盘双方也是打到山穷水尽啊，真的。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电影德的这个导演上场。对，因为他当时就没有几张牌了，所以他。不选择上那个导演了，而且他手里的牌确实已经够多了。对，当时是万一那个导演坑了的话，这一把就崩了。对，感觉弱鸡还是稳啊，稳，好稳。那这样的话，现在比分的话战成了2-2，现在是电影德跑了，那么还剩下一个打脸煞和棕树烈。那么小 B 这边的话是一个电影德和一个火妖法。对，我们感觉这个德有可能会被双关。德这套牌的话得看排序，对吧？如果说起手葫芦的话，那就很强。嗯。我们弱鸡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打牌确实还是非常的沉稳。是的，毕竟中欧冠军啊。是的，弱鸡看得出来，他风格就是一个很擅长打控制卡组的风格。对、就是因为我们像这种节奏卡组打多了以后，是很有可能把很多东西交给运气的。对，就头脑一发热，对吧？对，就什么都不管了。这边的话，胜率是火药法高那么一点点。
不过这一把的话，猎人的起手就比刚刚要好很多了。是，刚刚的话就前期基本上都没有怪。对，这边小 B 就是怕那个德鲁伊被猎人抓到嘛，所以还是继续出火药法。这个起手对于火药法来说非常不错的。哇，手里面三个亿，一个二。这就很顺啊，这一盘这个猎人的起手就跟刚刚那盘打龙战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刚刚打龙战是这样的一个起手，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我感觉能赢，能赢。冰环一点用都没有，可能打到很后期的时候才会放出来吧。可以动，比如说动个狮子什么的，是的，对吧？还可以接受。对，这里的话两费，两费，其实这里下外婆好像也还行。我觉得外婆好吧，因为有叫嚣，有个叫嚣配合。我的牙齿好大呀，结束了。这个狼外婆其实还是让对面卡得挺难受的。我可以虚求这装备吗？哇，虚求事情来了。那这里的话可以保一下狼外婆，就一加二，然后站，然后那个一撞掉就可以了。对，狼外婆打脸下我驾驶消失，就下俩野兽可以架住的狼外婆。对，很厉害。现在火妖法急需来一张火妖，火妖来张火妖基本上就会有很高的机会翻盘，手里毕竟还有奥蛋。是的，对，来火妖就能翻。哦，可惜。巴内斯，听说你想要一个法术。巴内斯拉火妖也还行。哎，我在想这里是不是该先点掉那个啊？他是想打奥蛋，这里会不会直接再来一个奥蛋？我觉得有可能。先看喷的怎么样。还可以。有可能，有可能。非常好，应该说非常好。这么好。对。打脸了。他这里没有选择交第二个奥蛋。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这里交第二个蛋好像也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啊。对，我也觉得，因为你下回有巴内斯可以下。是的，如果说你手里没有牌可以出的话，倒是可以不下。对，你这个时候给对面猎人场上再俩野兽，其实还是有点虚的。是的，因为毕竟下回和四倍嘛。对，他可能是想下回和那个巴恩斯拉出一个火妖，然后硬币奥蛋。这里看这一个王宇怎么样？没有打到，那还是架起来。这个一分的牌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是的。那这个场面其实反而这边法师不太好处理了。火把说的不错啊。嗯。火把奥蛋是有机会澄清的。但得全部三下全部打到怪上才行。对。那其实我火把加那个一撞，其实也可以清掉一个五四了嘛，占一个四三。但是就还是亏节奏了，这样打。嗯、我感觉巴恩斯有点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除非拉个火药出来。好，赌奥蛋。被直接撞上去，应该是哇解了。今天这俩奥蛋好准，我们可以看出从这两盘可以明显看出两方风格的区别。是的，一个是敢赌，一个是求稳。是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边的话，猎人的节奏也是一直没有断。哎，火妖终于来了，要不要考虑火妖硬币奥冰环？可以，可以这么考虑。对，因为对面应该不太好解了。他没选择叫冰环，他选择过牌了，应该是。那过牌的话又要赌了。看一下怎么打。哇，这碰得太好了。这里肯定就二手智慧过牌了。那就不能。这里两块打脸吧。我看到第一个硬币我就，这个还好。还扣，还可以接受。这个打到一下就。如果那两下都走脸的话就没法玩了。这个叫嚣可以解掉。那感觉这边猎人好像有点难了。那生物抽的质量比较低。对。这里如果六费来个狮子，对吧？对。八费再来个三宝就有机会。这里的话先试三奥冲，这边肯定是全解了，全解。如果能射到那个普通的话又可以多过一张牌，对，特别舒服。哦，没有打到，这边急需一个狮子啊。有没有啊、哦、老虎也还可以、这个、还哎，这个老虎不一定比狮子差，对，费用不错，很舒服，甚至比狮子还好感觉。对，费用正好，而且这里应该肯定要叫冰皇了感觉。先上蓝龙，那还是不下，那就不管了。对，铺场吧。我也会像你这么强。10%，好像抽一张三宝的还可以啊，概率蛮大的。20张里面两张。拉头狮子应该是最好的。对，拉狮子概率很高啊，因为他已经没有多少，第一个生物已经死了不少了。哇，果然。哇。果然是的，这其实是应该的，因为确实第一个生物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对。那其实还能打，这里手里有冰环。对，有没有机会赶紧还住？对，
哇，又一个蓝龙，可以。冰环，冰环，韩冰剑要不直接走脸？先叠脸吧，铁了吧？先叠脸吧，我觉得不着急。这里打吧，万一有硬角攻，算一下伤害，算一下伤害。因为向后的话好像是叫杀。对，打吧，我觉得可以打。打了，打一下是够的呀，其实。打了应该是够的，手上有两个法强在这里。他可能摊一下法强，就摊一下火冲，应该算是。哎呀！还没死。哈。这里解蓝龙，这里应该不太敢打脸吧？敢不敢打脸？肯定解蓝龙啊，因为他这个场是清不掉的，对，他是没有呼啦的。那导演回合也没有到。哇，这里够了吧？应该够了。哇，这。哇，神抽了一个。真是能抽啊！这把法师真的是前期两二弹很准， 对吧？最后还神抽了一张火把。对。这把真的是完全输给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输给什么。其实双方都有在神抽啦。对，没有，小 B 特别敢拼，我感觉就是他其实好几回合都是在赌。对。赌二弹赌的喷的怎么样，包括火药喷的怎么样，很拼。唯一的可能就是那个地方没有敢于一个回合加两个二弹。对。就是当时场面被猎人翻回去了。但是这两个二弹，两个回合都打得很好。对，下回又打出来了。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小 B 的一个赛点了。那现在的话已经是3-2的一个领先了。还剩一个德鲁伊。还剩一个德鲁伊最后。德鲁伊的话可以跑两次。而且之前已经跑过失败了。是。对。那这边中速类抓德鲁伊应该还可以。不过他那个变速流感觉特别吃排序，其实我不觉得不应该叫他中速流了，应该是个变速流。对，他是个变速流，他有这个叫嚣的。对，他带了3-2-1冲锋，低费带的特别多，像上一把他就很难抽到高费，全是低费的。其实猎人现在的思路就是前期我带大量的低费生物，中后期的话我有两个狮子两个三宝，就完全可以支撑起我的后期了。哇，德鲁伊的胜率好高啊，62，62.5。打德鲁伊这个姿势其实挺好用的。果断留着，因为他也是只有一张纸射。啊，好扑啊！看到了，看到了成长，好扑啊！相当的扑。不过其实猎人也不错，一二三顺出，对，一二三。这里的话，还是要硬币成长。只有打猎人，你得把节奏压缩起来。是的。你要是这里的话，再拖一回合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的牙齿好大呀。但这边其实不太舒服，怎么那个一是处理不了的。那就先找一张，发现一张什么的，比如说横扫。对，早点拿一下吧。拿到横扫应该不错。横扫，应该就会拿横扫了。这里不过这个中速类的脸场确实不太好处理，因为先咬掉一下，我打横扫剩一个3-2还可以接受。是的，这两个一其实狼外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给的压力太小。对，好，看看。哦，有点亏，这个不好。雷欧克和四二冲锋都在这个时候都比他好，都比他好。上帝视角看到的话是这样的。是的。若是这边很尴尬，一定要抽个大生物了，拿个什么寄生恶狼也还行。对，哎呀，太大了，狮子太大了。那就只能叫嚣加射。对，这里来个驯兽师其实很不错。对，这一回合下驯兽师是最好的。快跑啊！还要再过一轮才能下狮子，不过下一回应该可以制射了。看来对方应该会扑两个吧？这里他有没有可能选择滋养？先乌鸦神像再说，他有没有可能选择自养跳费？对，再跳一波费，跳费加愤怒也不行。那准备上螺丝了，将他上回螺丝。螺丝的话就是制射嘛，主要但是主要是又可以断对方一轮节奏。对，你这轮没事干。这波好尴尬，只能射箭。好吃排序啊，这套牌。哦，这实在因为他还是他虽然说起手有一二三，但是好像还是断了一点点。对，被德鲁解了。摸了一个横扫，四费五费有点断排序，两轮没怪兽，这就很尴尬了。还是说选择扑一波？其实可以考虑扑一波。这跳费应该是螺丝了吧？他知道对方有一张纸射卡组里边，而且对方已经卡了两轮了。也是。
不过罗斯的好处是可以，就如果你要制射结果的话，你就上不了上不了狮子，对，也是可以考虑的。对，还是选择先铺场。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考虑先愤怒过一张牌？可以啊，万一来一个碧莱楼或者熊德啥的都不错。好，这里先选择过一张牌。福根吧，福根吧，福根吧。根师也不错，两张都可以选。福根根师都还行。不过有一张愤怒了，我感觉根师其实不拿也无所谓。时间不等人。我感觉拿斧根的概率比较高吧，拿了分，拿了根师，拿了根师，那么就还要铺吗？那应该有可能会铺吧。哎，老师来了，老师，老师铺。这样的话，猎人这边可能还真的是不会下狮子。对，因为感觉来一个野心势力就崩了。对，换过杀戮这里，这里还是会解。这样的话其实还不错，夏侯和夏侯和德吕这边可能就真的会下螺丝，是狮子还是放狗？下狮子上去是要来看下狮子没问题，但是若金应该会考虑防一下野心之怒。以若金打牌的今天打牌的这个状态来讲，他应该会解，因为德吕这边毕竟没有下过野心之力。那有一句老古话叫劣势要搏，优势要稳，现在很劣，我感觉如果再不上这个狮子，下回合如果对方再扑一个怪，我上这个狮子其实还很尴尬。但这个场面真的不太敢下狮子。我感觉要搏，要搏，要搏。这里下狮子，总感觉你放狗杀戮，对方下回合再下个大怪，你狮子还是上不去的。对的。就这轮，我觉得是最后下狮子的机会了，他也选择了求稳。不过猎人手里有狮子的话，其实从续航方面还行。是。要等三宝呗。对，后面毕竟还有两个三宝。啊，我这里的话会不会打个根须下个螺丝？这里抢伤害了。妥妥的。你再交一个制射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对于我德鲁伊来说问题也不大。他防制射，防制射，防制射。哎呦。这手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呀。OK 的，没问题。我觉得打这个比。比打理好，比打理是不是还好？对，是的。那这里只能下狮子了吧？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下狮子。哇，这一手终于下了，确实防制射防得很好。对，这一轮防制射确实，而且罗斯打那个一也很重要，否则快射加制射就解了。对的，还是可以解的。哎，这战争古树抽的太好了、啊。哇，这个大树往这一拍，直接防住了对面这个罗斯，对面的这个。那这里就大树一顶，两个左脸。对。那么下回要赌制射了。赌吧，赌，好难赌啊！要不要先打个快射？不用了吧，直接赌。先上八，不行，不能先上八零四，对，不能先上八零四。怎么样？先要不要去掉一个错误答案？解掉一个吧，解掉一个是三分之二嘛。我觉得重就是重和不重区别嘛，没什么，50%。这里其实解五，射掉五杠十会不会更好一点？射五杠十怎么射啊？啊，制射掉五杠十，制射掉五杠十，然后狮子加快射解掉这个八八，其实是二分之一概率啊。但是如果你射掉一个一的话，那就变成了三分之二概率。对，我觉得可以加个快射啊，因为你没有必要贪这个快射了吧？对方其实只有15血了。好，确定要有一个错误答案。我觉得射五杠十更好，射五杠十，然后射了中间那个。哎呦！所以说嘛，对不对？直接射嘛，撞开来吧，撞开来吧。这个时候，对不对？不拼一下怎么行？又一个五，哇，这又来一颗，猎人没机会了，因为就算缺三宝，真的是绝望了。这个是罗斯博士吧？两边两堵墙，中间疯狂嘘嘘，强行破坏阵型。哇，这个场面真的是无敌了。放过没有用，没有用了，这里应该是无力回天了。这边来三宝好像都没有用了，已经没有什么用。这个场面德力太强了。那感觉上这把应该是不出意外，小 B 拿下了这一把，要赢了。亲爱的，变速率感觉还是
就是特别吃排斥，他在狮子前面空了两轮然后就炸了，如果那两轮稍微有点东西上的话应该还好。对，他在四费五费两个回合，然后六费又没有能够准时派狮子，基本上这个血量应该是强不死德鲁伊了。而且夏文哥自己有可能先想能不能活，撞掉五一还活着吗？能活吗？活着活着，抢攻就十点。这个螺丝嘛，对吧？对，螺丝。那螺丝的走脸方法，他还要抽很少才能打死你呢。什么？野心之力。哇。那么死了。死了，正好死。死了。哎。哎。哎，这里错过了。没事，螺丝帮他补刀吗？这是想要螺丝进球吗？哎，那有没有机会？咱俩三宝有机会吧？三宝真的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对这手错斩，我感觉对这里不应该错斩的，但比较可惜啊，就很可惜。这里的话，确实，四天哥这边若金没有抽到三宝啊。是。假如说这里真的抽了三宝，真的是有机会的。是的，那这样的话，恭喜一下这个皇族的小 B， 是一个4-2的一个比分。战胜了若基。一开始我们就说若基的卡组稍微占点劣势，偏慢了，稍微偏慢了一点。主要他是这个猎人，对抗毒能力还不够强。对。啊，这边的话，这个猎人是出场了三次，但是三场都输了。对，其实基本上就输在这个猎人身上，输在这个猎人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比赛当中现在大家带猎人的这种程度还是比较少的。是的，因为他打主流的毒流都不好打。对，比赛当中大部分还是偏主流。对，就既然你要带一个那种前期节奏很多的变速猎，那么我还不如去带一个萨满呢。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的话还感觉他这个猎人就比较靠排序，就万一就是前期没有东西的话，就后期有时候也扛不住。猎人这样的卡组，就你前期得有生物，中期还得有生物。你不管是你前期断了还是中期断了，都拍到质量最高的生物嘛。若基其实，在实战当中，他这套中速猎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是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他一直在中期，什么四费没怪上，上个叫嚣；五费没怪上。前期到了这一届，全抓的都是一些低费的生物，也不好，对吧？你要有小怪，又有大怪，其实这样是最好的。其实当年的变速猎也是一套这样吃牌式的嘛，就是前期要有怪上，六费上狮子，八费还有三宝，这个要达到这个完美的程度太难了。对，是，而且他毕竟也是比较背啊，这个掷射是最惨的。那个掷射也是挺惨的，太惨了。如果他当时射中了，还是有机会，有机会的。有机会，当时射中了有那么一点机会。是。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稍后的话会带来今天第二场的比赛，我们也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